哎，广西，我恋爱你可都知道，你这回不告诉我，你不仗义，到底是谁啊？什么？你再给我装！哎，别啊，怎么又绕回我身上了？难不成这个人我们认识？哦，嗯，难道你还没想好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？我很确定，但是他不确定。 对不对？<笑>没问过，没有问过。那你在担心什么呀？该不会是怕被拒绝吧？我只是不确定他对我是哪种……哎，听我说，能让光熙这么紧张的人，肯定不一般。对啊，那一定是特别喜欢啊，是吧？对，那就是还没有确定关系啊。 暂时没有。那别人就还有机会啊。关心你怎么了？你可乐喝多了吗？没有啊。我是问你姐，又没问你。啊，嗨。喝酒吧，你话怎么那么多呢？哎，喝呀，别光顾着玩游戏。来喝喝喝喝喝！话不多说，祝你成功！来来，干杯干杯！